左下腿的，高处，偏后侧啊，偏脉，哎，那地方痛啊，病人讲腿啊，哎，慢慢慢慢要抬起来了啊，抬起来了啊，这个腿要抬起来了啊，慢慢慢慢腿啊要抬起来了啊，准备了啊，准备了，准备了，准备了啊，病人讲准备了，本来的话，病人讲还要等等。 但是有点实在看不下去了，实在看不下去了，他感觉应该踢翻掉一两个再说啊，踢翻掉一两个法官或者检察官啊，踢翻掉再几个再说啊，哎，蹬一脚蹬回去啊，好像这一天的话，好像就起不来了啊，好像几个人就起不来了啊，几个人就起不来了。 几个起不来了啊，因为他是一个帮派，一个帮派在那边先踢几个，跟人家看一下啊，踢几个啊，哎，先抓几个猴看啊，让他们知道，他们无法无天的时候，老天会来惩罚他们，赶紧一个闪电下去劈了几个啊，先劈掉了几个再说，啊，先劈掉几个再说啊，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啊。 病人啊，要动手了，要动手，但不是全面动手啊，绝不动手，因为他也觉得看不下去了啊，这样忍受着，主派这样的蹂躏别人的话，病人啊实在忍受不了了，然后，提前行动了，啊，提前行动了啊，提前部分的行动了啊，一步不来，本来是一次性的来，但怕人家的耐心到不了这个时刻。 所以先开干一部分再说，啊，是，好，好，再见，嗯。